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着走掉。那么多时间留给我们犹豫跟扭扭捏捏，所以我想大胆的说出我的想法，请你认真的听完我下面要说的话好吗？从小朋友小伙伴到合作伙伴到亲如一家人，我们吵过闹过，有过误会，有过隔阂，但我们也同甘共苦，一起哭，一起走过最难的日子。不知道哪一天开始，我惊奇地发现，你每一次的脆弱、无助、难过、委屈，我好像都可以感同身受了。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体会。跟你说说你不知道但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第一次吧。第一次因为一个男生每个月飞越几千公里，只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会需要我。第一次为了拯救我们的事业，几次深夜睡在办公室冻到流鼻涕。第一次偷看你直播，你因为诸多不顺心哭了，我也在屏幕外哭了。第一次听到你说你想放弃公司的时候，我骂了你，但是心里却想着天涯海角我陪你去疯。第一次听到你说爱别的女生时，我竟然难过的辗转反侧。第一次你说你喜欢温柔的女生时，我开始面对镜子练习和你说话温柔的表情。第一次因为你受了委屈，不对，是我受了委屈，几次想离开你的时候，却因为你一句暖心的话，我就立马转身立马转身回头了。第一次你说我们会一辈子这么好的时候，我心里都规划好了未来我们无数个美好的画面。第一次直播你拉了我的手，我的心里天空里的星星都亮了。第一次当我们之间出现了第三者，我不想你为难，所以决定今天站在这里对你说刚才的这段话。我发现我变了，我开始不是以前那个刀枪不入可以把感情隐藏很好的一个女强人了。这些我想应该是因为我爱上你了吧。在我看来的爱不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，而是我说不出你哪里好却又谁都替代不了的勇气。爱是无论你有什么困难我都愿意义无反顾地与你赴汤蹈海。爱是即使别人觉得再不合适再不值得，我也依然愿意放手一搏的决心。爱是即使你选择的不是我，我也会在心里默念千遍万遍你一定要过得比我幸福。当我想明白了这些的时候，我就鼓起勇气今天对你说了这段话。我知道你也许有很多的顾虑很多的担忧，我也一样知道传统意义上都是男生应该对女生说这段话。我与你父辈世交本就亲如一家，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都需要慎重慎重再慎重。你也知道我非常的爱面子，我从不向别人低头，但是我愿意因为你今天把头低下来。
我相信爱是可以战胜一切的力量。我希望你可以看到我今天是带着真心而来，未来我都会与你并肩作战，一起面对所有的风浪。你愿意从现在开始做我的男朋友吗？阿伟，说完了。说完了吗？我都哭了。家人们，我不管怎么样，你们觉得现在有没有想哭的感觉？高兴的打高兴，哭了的打哭了，好不好？阿伟，你干嘛？我是笑，我不是哭。我感觉你深深的救我，想要清醒。你先坐下来，先坐下来。别。来坐下来说，坐下来说。别紧张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，还是你也在闪躲？如果真的选择是我，我鼓起勇气去接受，不知不觉让时光开始闪烁。家人们，你们说这是开心还是什么？家人们，你们能不能说一下？呼吸难过，心不停的。此时此刻，我觉得我的主持不错。此时此刻，我觉得我们的气氛已经推向了高潮。我觉得糖糖，家人们，你们觉得糖糖说的怎么样？阿伟流下的泪水，我也不知道是幸福的还是这是什么样的。好几个家人哭了。感觉你属于我，感觉你的眼眸。让你采访一下，这是什么表情？第一次就决定，不好意思啊，是绝不会错，心里面一下子。你坐下来说，听。说出了很大的压力，就是所以我们有点给你讲，大家理解一下。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，失去方向，不知该往哪儿走。那个，你站这边来，我在这边说。来，家人们啊，就是现在。直播间将就8000人啊，7600多，8000人。我相信呢，粉丝家人们也有支持的，也有不支持的啊。今天呢，我来到这里，我也没有想到，因为谈谈我们这么多年，对吧？也没有我这方面想过。但是呢，今天他突然跟我说表白，然后我就是有点紧张，也有点激动啊。但是呢，也想替把他所想说的话替完，因为怎么说呢，糖糖，对吧？有些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，也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，对吧？那么糖糖既然他有心里话要对我说，我肯定也要认真的听完。但是呢，他刚才说那些话的时候，我相信都是发自他内心的喜出来的，所以呢，我真的特别感动。我此时此刻也特别的紧张，也不知道怎么给大家说啊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我觉得，就是我们之间啊，没有产生过什么男女朋友这种关系或者怎么样，但是点点滴滴，对吧？就像个兄妹一样的，这感情是所在的。毕竟这么多年了，对吧？如果说没有感情所在的话，可能也走不到今天啊。但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兄妹那种，就是性格也比较合得来，所以呢就合作也有亏有赚，
但是呢点点滴滴也就像他说过一样的，就是有开心过有难过过，但是我们都一直扛过来，然后走到今天。然后今天呢他说出了他的心里话。按道理来说的话，就是男女之间应该都是男的跟女的表白，但是他作为女孩子这么勇敢呢说出他的真心话啊。你说直播间8000多个人如果在现场的话也是很多凳子都坐不下了。一个广场也是可能站满了，但是他勇敢的说出他心里话，我觉得我真的特别感动，此时此刻真的特别特别的感动。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说的是不管是兄妹也好，或者组成男女朋友也好，我觉得不能让他伤心和难过，知道吧？所以呢他怎么开心他开心才是最重要的，我觉得。因为虽然他年龄比我大一点，但是我觉得我是男孩子，所以呢虽然叫他姐姐，但是有时候也把他当妹妹一样看的。所以呢我觉得他开心为主，开心最重要。你今天晚上开心吗？我谈不上开不开心吧。对，我觉得谈不上开不开心，只是家人们，我觉得我把我该说的话该做的事情都做了，对不对家人们？就是我今天应该说这些话也应该做这些事情，因为到了这个特殊的一个时间节点呢，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出现的时候，就是我应该拿出我的态度。就我感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，对吧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种，但我你对我的这种，你今天晚上所说的这些话和这个准备，这个惊喜应该也准备了一段时间了吧？今天考虑了，考虑了，不是考虑了一段时间了，应该是吧？两天，就两天啊？对啊，这决定还需要考虑多久啊？两天够了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考虑了两天，确定就考虑了两天吗？是吧？啊，怎么了？你想让我考虑一个月、两个月，然后再说今天这些话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这个感情啊。还是不用这么冲动，因为两天时间你就考虑好了，这个我觉得太快了一点。因为这个感情，这个两个人，对吧？我就像很亏我们是兄妹一样的一路走到今天。我怕到时候就是如果没有考虑好的话，就是怕后悔啊，或者而且我也是有很多优点，缺点，对，很多缺点的，可能你还是没有怎么发现。先开心吧，好吧，开心一下，我跳个舞给你看吧。好，先开心一下吧，你先放着，就是，对吧？你这先放着，就不要再先照下来。我一直都是把你当我妹妹一样的那种，然后呢，就是主要的一点是，无论是 OK 还是不 OK， 都主要是开心为主，对吧？嗯。那你笑一下，不是，那是开心的笑嘛，就开心的笑出来，就9颗牙齿露出来。哎，你逗我笑呀！哎呀，逗我笑啊！那莫名其妙的笑什么？逗你笑啊？嗯，那就我就逗你笑喽。滴滴答答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开心的笑？嗯，你看可爱吗？可爱。家人们，我觉得开心最重要。开不开心，家人们，开心！直播间马上9000人了，打两个字开心，好不好？打两个字开心。其实，其实结果不重要，主要是开心最重要。我觉得不开心的情况下，那不行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把开心两个字打在公屏上，好吧？
完了以后今天就没有别的了吗？就给我表白这个事儿，还有其他还有没有什么事儿？你佳姐一直在看着你，看着你哦。我跟你说，你佳姐一直在看着你哦。佳姐来直播间了吗？对啊，佳姐一直在看着你。她跟我发信息了，她说阿伟到底什么时候那个啥？我说你自己到直播间来看。嗯，那佳姐来了的话呢？那佳姐也说两句吧，那让她来说两句。佳姐，我跟你说，她一跟你连上，肯定会让你那个啥的啊，会让你现在什么态度都不表。等一下，佳姐一来了，肯定会让你那个啥的。佳姐在直播间吗？佳姐，让我划个。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开心的起来的原因是等结果，让我划个十多二十分钟，给你一个结果，好吧？好不好？我现在头有点灰，家人们。我确实有点紧张，也有点晕，因为我觉得男人说出去的话就像泡出去的水一样，有些时候也许一句话就可以代表整个人的一生，知道吧？嗯 ，PK 连麦试一下能不能连上？嗯，好，让阿伟想一下，没关系的，家人们，我是有点紧张，其实我现在也挺紧张的，嗯。我现在也挺紧张的。如果说我跟你说啊，如果说你是一个外人，或者是一个就是我不怎么那个不像我们这种关系的那种人的话，对，我可以就是说一句话就回他了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需要我考虑一下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不一样，因为就一个对和一个错，对吧？这个对和错，那肯定要分析一下，是不是？给我一点时间，好吧？先开心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刚才都把我说哭了，我的天哪！一般人还是说不哭的，但是确实很感动，家人们很感动，因为人生第一次嘛，没有一个女孩子出来，就是我人生第一次，没有一个女孩子为我说过那么一段话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这个还是挺专业的。是啊，我今天送给阿伟的这个花里面是，里面是有九个玫瑰，然后九个草莓。嗯，你知道草莓是什么意思吗？嗯，草莓就是美好的一天，我想把美好的给你，长长久久的美好都给你，所以你可以把这束花呢。当成是表白，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我对你的一个祝福，懂吧？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我希望阿伟收下这束花，因为我想把美好的这些快乐的东西给他，我不希望他再受什么伤害，也不希望他再不快乐不开心了，懂了吧阿伟？你先不要慌嘛，好吧，我考你一下，好不好？佳姐，你叫他不要来了吗？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支狗，一杯酒，一夜，一下子。